就是老爷，我听说是来杜威利桑。来杜威利桑？不是来吃的吗？他点头。你是看比次的，你现在是看比次的比次。诺莫，跟我们走了三个学，我们在试用什么东西要发生？嗨嗨，介绍一下，我是 Chris， 这是我的声音 ，Chris， 希望我是 CCY。哎 ，Nice to meet you， 郭哲，自己来了。我问你哦，你在 KL 有没有去过 Brickfield Indian Street？ 完全没有。Penang 的 Indian Street 呢？你是 Penang 人吗？肯定也是没有的。好，我们现在这一波了，我觉得我们今天一定要让你得到一些知识。我们边走边感受好了，边走边感受。有一点期待，又有一点紧张。哎呦，麦你妈鸡巴，你妈！没事没事。虽然这次问你很奇怪啦，白天你看到很多印度人，你会怕吗？哇，讲真啊，我刚才第一眼下车的时候，我第一个反应是什么的吗？我的车安全吗？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感觉 ，which is 我觉得很不好的一个行为。其实这很不对啦 ，OK， 很不对，不应该这样子。今天可能我们要有一个不一样的 feel， 我们就觉得说大家都是朋友，但是马来西亚人 ，right？ 对对对，要调整一下心态。然后这个，哎，这是什么？这个是老爷，他是来，我听说是来杜威利桑的。啊？你看过吗？没有哎，有来杜威利桑？不是来吃的吗？我做一些手势，看不看得懂啊？他点头。是哦。你是看比次的，你现在是看比次的比次。比次的。你看到吗？你看到吗？看到没有？他是第一反应直接是吓到我，跟你讲。对对对对对，他会吓到什么东西？一个华人啊，在跟你讲要丢啊，像一个印度人哈，你都不知道你要吃啊，突然间有一点愧疚这样。所以你知道为什么上来丢啊？不知道。我知道他会丢，但我不知道为什么要丢。我有问题问了的呀。这个，我们等我们的老师来的时候呢，先吃。他要你 order 什么？你 order。I come from Taiwan. What is the best? 这让我来帮忙。来 ，let me help。哎，要吃什么？吃什么？这边最好。最好吃啊，羊巴林巴古什么呀？巴林东。你帮他翻一半好不好？你没有帮他介绍哎。阿巴羊都巴林。啊？阿巴都 ？Biryani。阿巴都。哎呀！啊！哎对 ，you the double ni 啊 ？You？ 啊，我真不知道什么来说。对。你喝什么？在哪里？啊，在哪里？所有。这个是爱心的。哇，好甜。你在用汤匙跟叉子？那不是都是这样吃的吗？不是用手的呗？没有啦，怎么会用手的呢？不会，我们这种是用，我们是比较。哎，什么东西？什么？哎，什么东西？这一段我们先卡掉。Thank you, man。你们来了。老板。Hey, sup, bro。你们今天哦，你是要当老师，你知道吗？这个人哦，他什么印度考学都不懂哦。差不多，嗨拜啊，差不多，差不多，我就很怕我很多问题要问了。你是医保？不是，我其实是槟城人。他们是槟城人啊？你讲是什么？他们是槟城人啊？你问他真的不是印度人，你可不要跟他讲当面。Sorry， 忘记了。忘记了，我还没原谅你啊！哎，迪文，我想问一下，如果今天呢，我们的 props 啊，我们带着这个是 OK 的嘛？那个花是不给的，不是拿来戴的。哦，是家里 decoration 的好吗？你看，我看过有人戴的。那，那个是那些花来的。那个可以戴，那个是戴的。But honestly， 如果我们戴，有没有 offend 到任何人的嘛？会很奇怪不了。没有，我奇怪了，不会 offend 到 Indian 啊。不会，都是可以戴的。迪文要带哦，迪文来了，我一定要带。我问你，多少钱怎么讲？也不low，150，150哈，对，这样贵了。这样啊，至少一个一个要绑下去了。150，这么贵啊？最大的。哇，你这样看就知道很重啊。很重，哎，这个是做 gym 哎。Yellow，dirty。15 有三个嘛，我 discount 一点啦。过了几个人给？这个是你带上去给人家，或者带上你自己是 ，it's a mean of respect。哦，我 respect 你，我带帮你带。对。OK。没有人是自己带上给自己的。哦，幸好我刚刚差一点做这样子。等一下，你看一下那个。我们是不是很奇怪啊？
Can I? We can do this 啊？Devon， 谢谢你今天来教我们，你是今天我们今天的老师。Thank you。Toto 老师，你们一波关注的，别的不说，那我们 respect 关注 ，welcome， 不得啦，伊多的，马拉波拉，亲的到。难得。但你要用麦接锅这样讲老爷，他看他教过你的。哦，好。我完全没有一个，没有一个都记得。你应该，你应该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来给你听啊。好吵，好吵。您给，怎么办？嗯，阿拉哥，阿拉哥，伊里给呀，伊里给呀，伊里给呀。哦，谢谢你称赞我帅。拜托给啊。我以为我老实来说，我没有带过这个，有帮人家带过，不过我自己没有带上去过。It's my honor, thank you。因为我 respect 你，所以我带上过来。不是他帮我带的。对对哦，是是，那个过程啊，运动没有，是我带给你，你带我。哎，这样他你带给我了吗？OK， 那你可以跟我们讲讲一下 Indian 什么时候会带这样的东西啊？它是一个 VIP 了，可以带上去，因为it's a mean of respect 人家。假设我是 Chinese， 我的 mathematics 老师是 Indian， 我 respect 他，我要找他，我买 gift 给他。可以 ，OK， 可以。还有一间是，人家其实死掉了，他睡在那个 cafe 那边，我们也是带上去的，在他的 respect 他，就是带 respect 他的。哦、OK，OK，OK， 好像很帅样子，在 Indian 上走。我们现在、哦、要进去一个杂货店了，你再给我恐吓一次，我们这样子真的不会被骂吗？不会不会，会吸引人家，不会被骂，会吸引人家。Okay、有看到有两个人在看着我们了。OK， let's go。Okay， 完蛋了，有人。为什么我会这样害羞？我更害羞啊。我来在这里看一下周围有什么东西呢？我是看不懂的，然后我就要问迪文。哦，这是什么？这是点的吗？来点的吗？我还以为是古勒马拉哥喂。所以你讲这个是哪里烧的？嗯。Oh， I know this， I know this。Deepawali is coming， 是吧？这是不是在地上画那个花的、那个？对，你答对啊，你答对啊。这个是米来的，有画了这个东西，在你家门口那边就讲一个 happy sign 了。Happy sign， 喜气喜气洋洋。现在华人可能会在门的旁边挂一个灯笼这样子。这个也是差不多一样的意思哦。最主要的 main thing。他们弄这个东西是给小鸟吃的哦，小鸟会吃。嗯，以前的事情了，他们都是没有那种板杆那些东西。啊 ，yes yes。对，他们的家都是 open 的嘛。嗯。所以他们补这个是给小鸟是要吃的。不，这一个我想问一下，你知道吗？我也不知道这个是什么。这个你知道，如果是在华人的话，会以为是什么吗？我刚也在做一样的动作。啊、我去问他，带一点，带一点，看得到啊，带一点看得到啊 ，OK。那是什么？就是拿来煮的东西要搅的。哦、oh, ，cooking， 咖喱。上面给的白给的不是别的了啊？对。我想问一下这一个，这里每个你都吃吗？对。不，你爱吃吗？这些？喜欢。Moon it， Moon it， Moon it。哎哎，我的花，我的花，不可以掉，不可以掉。哎，真的是。是掉了，我都不可以再拿上。哦、oh, ，真的吗？拿上来的，对。哦、oh.。是这样的，哎、欸，这个重点，这个重点，拿上来是什么？不可以，最简单，脏了。哦，脏了。哦，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蛮重要的，因为有时候呢，我们在路边看到有些印度人这样子丢下去，会觉得说为什么你乱丢，乱丢花？反正原来是有这个原因在的，就是掉了就不要拿了，就放在这里。原来是这样。Okay, good, let's go, let's go, let's go。你们拿，一人拿一个，然后我在吃之前呢，我想要 cheers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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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heers。它是一个姜的味道，对不对？有 ginger，这个是我比较能接受的，讲真的，因为这个是我以前邻居印度邻居会给我吃的，好吃，不好吃？豆豆老师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对，哎，我觉得 OK， 我觉得这个还原可以接受，嗯，可以接受，不会甜啊，我觉得不会甜啊，是不是会比较甜啊？那我想问一下那一个，来了这个东西，就是点那个，我之前有看过 Devon 的 story， 他用这一个，然后他在房间。他点一个东西，好像在拜拜样子。其实都有意思的，好像你，买了一个新的东西啊，如果你要那个东西啊、用的比较长久，没有什么容易烂，没有什么容易坏，之后你就点一个东西过这边拜他一下、啊。如果你有那个 belief， 你是相信这个东西会帮到那个东西。这个是 for 物品。对，我跟你讲，大家好像没有什么想法，是不是拿那个刚刚你讲那个烧的那个来放？对，里面。不对不对。Thank you very much. 难得你，难得你，难。OK， 我试一下啊，你教我，教我啊。OK， 刚刚 Devon 叫我问 Cash 一句话。OK OK。啊，我问一下啊。Baidu Maria ka。Baidu Maria。啊 ，Baidu Maria ka。你如何？
什么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 ？OK， 我讲看，我讲看，我讲看。白掉吗？你讲。什么意思？为什么表情变得？是不是先傻了？所以我在问他，我是不是傻了吗？哎、欸，我们第一认识就这样子哦。OK， 今天迪波买了一个新的 iPhone， 点这个包装啊，可以啊，嗯，可以。哦，Normal。跟我们走了三个圈过后，我们就心里想哦，这些东西我们在希望什么东西要发生，就是我们想一想过后就降不了啊。这个东西就可以你放在某一个地方家里面角落那边放上去就可以了。然后就给它继续有一个哦，所以它可以很久啦。嗯，对，到你要换上了。可以跟我讲一下在心里想什么吗？讲迪芬，你不要一直在 play 我了，迪芬，感受一下，你感受一下你。我的感觉是蛮大一个茶杯样子。对哦 ，OK， 我是没有印象，我在庙里面有试过这个，这个动作。这个动作。所以丢果果那是什么意思啊？丢果果那就是讲我们要一个很 welcome 的一个好的消息，就讲啊、我们跟新年的时候放爆竹是一样的意思，放爆竹是就是一个 welcome 的意思。是一人只能丢一个，还是可以丢很多个？可以丢很多个，小的要求一个够了啊。如果是他的要求很大的话，最 maximum 去到108个都困难。108个一个人丢，这个是要做 gym 哦。Like 我的 wish 是要买一个 iPhone， 他是要丢几个？这个要求不是很大啊，一个就好。如果我要买一个 Tesla， 108也不错啦。如果我要买一个不给冰冻的家里，108。Maximum 要求大就越多，还可以 invest 越多。所以现在我们要在这个丢果果那是 OK 的吗？在这里看到有人丢哎。对啊，我们刚才路上有看到不是？哦，他是他的店对面丢，就讲要 sign 他的店是 good luck 啊。所以我们不能随便在路边丢、不可以随便。我们 last 一个东西，因为这里附近要开车的 distance 有一个庙，这个东西在庙外面丢是 OK 的。哎呀，拍片拍到一半，我们遇到了状况。后站走，后站走，不能啊，不能，一定要后站走。哎，希望啦，待会可以警察来，然后去协助。刚刚我们遇到了很特别的事情发生，我们 delay 了一些行程，但我们还是要把这个 ending 给它做完。好，我们到了 ，We are here。OK， 这里有一个印度庙的底下呢有一个圆圈，然后这个圆圈呢是给我们丢 coconut 的。有哎、欸，有。过你丢的时候，你喊 Muruga 就是这个神的名字 Muruga。先丢再喊还是？丢这时候一起。如果108克了怎么办？一直 Muruga 这样子。哦，对。哇、哦，真的、哦。Serious。对。不过马来西亚还是很少的，是外国有啊。108，你讲外国是印度嘛？嗯，印度。那你先，还是一起的？一起的。OK， 一起的。OK。OK， 来。OK 啊，来，一、二、三。Muruga。可以感受到那个 impact。如果你打破了那个 coconut 里面是白的，就讲good news。如果 coconut 里面是有臭了的 coconut 啊，是 bad news 的意思。哇哦！congrats， 我们都是 good news。嗯。congrats guys， congrats。Yes， yes， yes。congrats， 先这样子吧，大家，我们杀青了，辛苦大家了。喜欢这个优质的创作者，就赶快去 follow 他哦！你有发现其他更具爆红潜力的影片吗？赶快投稿给达人秀吧！点击下方观看更多有趣内容。